20日，有网友爆料李现现身日本被街机粉丝围堵，视频中李现与经纪人一同现身，结果一出来发现街机粉丝太多，经纪人被吓到扔下李现转身就往回跑，逗趣反应引发网友热议。李现185口罩和短裤，粉丝把路堵，吓坏三土土。现哥丝毫不慌，淡定自如，我的三土我会担待，今天被三土哥哥笑死。三土哥哥没穿拖鞋大步跑得快，现现你的拖鞋，非凡娱乐，时尚。